他说我吐喉咙啊，我吐痰的时候，你们应该讲，能不能吐我嘴里呀？现在应该还有兄弟没有睡觉，对吧？你们等一下，你们说我夹子，我用我原本的声音，我哄睡给你们听啊，你们听一下效果，好吧？等一下，你们天天说我夹子，我给你们听一下不夹的时候我怎么哄睡啊？哎，兄弟们，感谢 Samurai，感谢 Samurai 的樱花拿铁。哎呀，兄弟们，你们睡着了吗？睡着了，睡着了，起来重睡，兄弟们。所以夹不夹？夹不夹？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夹不夹？你会恐惧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得
说唱。
是什么呀？你们的脑子一天到晚在想什么？你们天天脑子都在想什么呀？你们怎么玩的这么坏？就塞到你们的嘴巴里，把你们的嘴巴堵住，不许说话，我塞进去，
是什么？
到底想怎么样啊？
什么？